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呢？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是就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了什么劲？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二位陪行。我们可以一起闯荡江湖。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把那个表情收一收，别太丢人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。不要太大了，我还年轻，可以狂妄。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变得金刚魄力，金刚不坏，我打得你元神俱灭。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总之吧，今天我刘无杰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我。